婆，今天天气不错哎，走吧走吧，趁我们都休假出去走走吧。哎哎哎，老公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车牌啊，你没挂或是用别车的车牌会被罚3600到10800元哦。这么多？你才知道。哎哎，烟烟烟，熄掉啦。干嘛？不能抽。对啊，会被罚600元哦。这么多？看，被呛到了吼，就是这样啦。好啦，知道了啦。咦，老公，警察叫我们靠边。好。现在啊，汽车胎纹深度不足1.6公里，会被罚3到6000。哎，老公，你并排了啦。赶时间，我买一下东西就出来了啦。这样可能会被罚到2400哎。哇嘞，怎么现在越来越多规矩了？对呀、啊，还不就立法院昨天3读通过，最快明年第二季就要上路哎。所以，老公你啊，习惯要好一点啦。好好好，不然零用钱都已经够少了。咦，现在是在趁机讨钱吗？没有啦。